从此不要再到电视机前去退出这个舞台。现在不信你把刚才的歌你再唱两句给我们听一下。我总觉得放的是原声。今天有点重感冒，就可能声音。现在的平民歌手真是太难了，唱得好被评委骂，甚至被赶下舞台；唱得太好又会被怀疑假唱。今天就盘点三位草根歌手，因唱得太好被评委严重质疑，直接中断演唱，关掉伴奏，让姐清唱。小女子以一首甜歌出场，嗓音和甜歌皇后杨钰莹有极大的相似度，评委是既惊叹又好奇。当她露出男儿面貌的时候，评委就再也不淡定了，怀疑她是被狗熊，于是开始了现场打点。现在不信你把刚才的歌你再唱两句给我们听一下。我总觉得放的是原声。来，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的心爱在何方？这是哪里声音啊？而过那河，穿过那大草原。一股浓浓的草原味，这么雄厚的嗓音怎么可能会出自18岁姑娘之口？评委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叫停了演唱，开始现场打点。好了，音响可以停了，借着这股热乎劲儿清唱两句，我看是不是你唱的。不论太阳大草原。好了，够了，我知道是你唱的就行了。农村卖牛肉汤的大姐天生一副罕见好嗓音，一开口惊呆全场观众，她同样引起了评委的怀疑。你现在刚刚那首歌第一句清唱一下。啊，牡丹爱花丛中最鲜艳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